家好，我是来自和登集团的苏培军。随着全球走出疫情的阴影，我们都期待展开新的人生篇章。疫情给很多人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重视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健康、个人空间、行动自由、家庭安全和财富保全等。许多条件好的高净值人士甚至不惜代价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安家立业，也许您就是其中一位。自2005年以来，我一直活跃于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的各个领域，包括公共住房、商业地产、私人公寓以及豪华优质洋房等。多年来，我们见证了市场的快速转变，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房价、建筑设计和房屋户型也不断的进化。对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解与分析已成为评估市场走势的重要技能。随着新加坡在应对新的地缘政治形势进行创新调整，我们也看到了财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本地积累。我们也帮助许多客户为接下来的房地产走向布局，既分散风险，让个人财富撒下安全网，也顺势让资产享有稳步的长期增长。无论您是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还是外国买家，我和我的专业团队都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策略，协助您轻松拥有符合需求的房产。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记得点赞、分享这段视频并关注我的频道，我会陆续推出更多双语资讯。我是来自和登集团的苏培军，期待在这个平台上为您带来更多房产信息、见解和全新的房地产体验，期待与您会面。